不晓得你还会这个大招哎。对呀，单手哎，而且头发都没有掉哎，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卖芒果的小姐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对呀，买一颗翻一次啊！一路怎么前面会摆三个真的爽呀？对呀，是真的耶。因为以前都是假的，然后现在是真的，然后。以前的道具都是假的，没办法，对。对，因为这次要过第九关，所以就拿真的了。哎呦，过关要请大家吃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应该是。啊，你没过关就收回去吗？不会吧。然后阿公跟爸爸一起去的。哦，是哇，竟然很用心。第九关送什么呀？对呀。第十关我不知道送什么。哇。啊，不，送轿车是没有，但我们的水果真的是水果王国啊！对呀，宝岛啊，多多支持我们的水果，不论是芒果、香蕉、芭乐、莲雾啊，都要好好的。农民也好辛苦。好，我们听评审来做讲评了。秀兰玛雅，雨静，我觉得你今天又进步了耶！谢谢老师。那你每一关都有进步的话，那是不是要再卡一关，能够进步多一点这样？不过你今天的华音真的唱得很好。只是我觉得你这整首歌啊，你的低音真的是哦，有一点勉强的压喉咙这样子。那是不是我们在想说，你副歌的地方啊，它的高音是不是很高？嗯，很高。所以你觉得如果再高一点，会很容易破音是吗？唱不上去，唱不上去。你有试过吗？有试过次，就整个。就是挨上去的时候完全没声音，挨上去。只不过这个也有效果，蛮好笑的。不行，人家要毕业了，快毕业啊！这样多卡一关好了，多卡一关。不是我的意思说，他都比完了嘛。现在开放让大家唱的高音。对啊，你要不要试试看高半 key 的高音的地方？努力唱，说不定唱的更好听，试试看。唱不上去，自己先放弃。好可爱哦！我知道，可能心理压力比较重。嗯，这个应该怎么练？如果他这样过不了这个关，心里就有压力啦。低音，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喉咙啊再放松一点，苏联丢，有吗？你喉咙如果再放松一点，然后声音再往下沉，共鸣大概是在这个喉腔跟这个胸腔的这个部分，要用想象的。共鸣这种东西，学习的时候都要用想象的。就喉咙要尽量放松一点，然后尽量把声音苏念丢苏，有没有苏？就是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的震动，不要让我们听成是苏念丢这种很压喉咙或者是压迫感比较重，让我们听起来你是很勉强的那种声音，不要出现的话，轻轻带过的话，我们都觉得哎，你这个低音是不错的。谢谢老师。再卡一关啊！丁小文老师，请。雨静，可不可以多留久一点？老师不想让你走。你今天酸雅真漂亮，我们还希望看到芭乐、莲雾、欧莱。好，整体来说都很棒，只有就说这首歌整体来说 key 真的比较低。嗯，因为高音只有在副歌只有那个字嘛，为了将就那一个字，前面都比较低，很可惜。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字要练好嘛，这样前面我们 key 可以升高一点，整个歌的表情就会更丰富更漂亮。好，刚刚你试过一卡到那边，因为呢心里很害怕闭车会破音，所以不敢唱。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次，然后老师告诉你个 pebble 好不好？好，那个 A 最高嘛，你唱到 A 的时候，你想象那个声音，那个 A 哦，要从头顶冲出去，冲到二楼，要唱到二楼的人听到。你就这样想象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哎，老定哎，有听到不？哈，好不好？我们试试看。记得那个 A 是要从头顶出去哦。哈，来试试看。感谢一下。好棒啊！可以冲上去是怎样轻松愉
愉快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还没有到顶头呢。嗯，有没有自己吓自己？因为你就觉得啊，那个好高，我唱不到，我唱不到。你不断的催眠自己唱不到，你就唱不到。嗯，我们再升一半好不好？哇，掌声可以啦！加油加油！要不要过关？还是要再留久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一次过。感谢一些最爱的人，好棒哦，雨静，你好棒哦！你今天怎么可以过关？因为降两级来唱歌，怎么可以过关？混啊，就是混。再留一，再留一级，爽要没收啊，没收。所以雨静要留久一点，留多一点本事哈，学多一点本事，要不要？好啊。你被骗了，你被骗了。好，要有自信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今天挑战的是陈贝玲91.3分，张雨静爽要回，这首歌能获得几分？会不会顺利过关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今天放大招的雨静表现分数来到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小数点继续跑，超过了是多少？恭喜得到91.7分，成功卫冕九冠，累积奖金17万元。哇，因为他是卫冕者，很在乎那个宝座，不敢试着往上冲。对，糟糕，一破音就完蛋了。保守。是，他现在知道他自己有这个潜力，也就是老师调教有方。对，恭喜你了，已经第九关呢。对呀、啊。也就是下周就是他10关了、啊，最后一关，三个小朋友过关呢。对。哇，他应该舍不得这个舞台，因为暑假他回去也没事做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要留久一点吗？你今天放暑假，所有今天放暑假，所有小朋友都来看了，你看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好像同乐会哦。感受一下，谢谢你们哦，暑假愉快。谢谢你们来。来，好，也恭喜我们的张雨静卫冕到第九关，是下周就卫冕10关了。加油加油！接下来谁会坐上这个宝座，就拭目以待了哦。好，来，两位请休息，谢谢。谢谢。嘿嘿。